一百十年，台南市身心障碍职能加值及求职博览会，今天10月7日在县华云康娱乐中心登场。台南市长吴怡蝶特别到现场为身障朋友鼓励，同时也感谢60间的厂商咧提供700个征彩之车，让身心障碍朋友会当安心工作，共筑希望家园。台南市长吴怡蝶甲劳工局长王新基受访表示。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台南市劳工局所举办的身心障碍者这个职场加值以及就业博览会的活动。那我想我们既在上个礼拜这个所举办的这个就业博览会活动，总共有媒合了60将近2000多位，将近3000位的求职者与求才者能够帮他们媒合。那我觉得其实之后呢，我们对于身心障碍者，我们也希望说他们能在职场上发光发热，有所贡献。那不仅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职场上的价值，能够让他们工作的效率以及对于职场的认识更加深一层的体认，也提供许多身心障碍者以及企业能够媒合的机会。这个不仅是符合身心障碍服务法的这个规定哈，我想说符合法律是死的，符合规定只是一个最基本，但是我们更希望说许多这个有这个专业技能的身心障碍者，其实他们能够在好的优质的企业里面工作，那能够发挥更效率更高，效益更高，专注性更强的这些强项。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举办这个就业博览会的用意。那许多身心障碍者，他们因为他们长期在某一项专业领域里面投入，所以说他们其实他们的专业性相当的高。我们希望说，也帮助企业找到好的求职者，也帮助我们身心障碍者找到优质的企业，希望呢今天的成果能够斐然。好，各位伙伴，现在可以说我们今天特别在我们善化文康娱乐中心来办理身心障碍者这样的一个直接大家做媒合的部分。这个市长是特别交代我们一定要搞这身障伙伴垂头咯，阿玛嘎企业，因为企业有规定禁用到劳工伙伴到一个额度一定要进入身心障伙伴，有当时我们身障伙伴要找头路，不然要找找，有当时我们企业要找身障伙伴到职场上共同做打拼，不然要找找，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身障就业博览会来跟他做媒合的部分。当然今天我们提供了700多个职缺的部分，都是非常平时对身心障碍伙伴都创造就业机会的好的企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拜托他来能够做这样的媒合。当然今天这个就业博览会的忠诚，我们又表扬我们台南的5星企业，因为用心啊，因提供非常很多的直接给身障伙伴来进入职场的部分。另外一部分，那么个鼓励我们有庇护工厂，那么鼓励咱的企业会当讲啊，甲咱比方说啊，咱周边爱物件是日常用品啊，包括能够跟我们身障伙伴，包括庇护工厂购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年第一次来表扬购买这样商品有一道成绩的部分，来鼓励伊，因为咱啊。有家己交关，家己买，伊也阁有工作者，所以这个身障伙伴也愈有工作者，伊也愈做愈欢喜，所以帮助他们助人为快乐资本，咱家己买，你个买来做欢喜，伊有工作者，伊嘛做欢喜，大家小敬做伙，为咱台南这身障伙伴创造就业机会，能够大家共同做伙来打拼。对，咱来看整个的记者会的情形。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可以说展现了。我们台南市是一个有爱的城市，各位爱心，各位5星职场的授奖，以及庇护工厂的采购优先采购代表，配合着我们今天职能加值以及求职博览会，加值就像刚刚这样子给它加上去就加值了哈。但是呢，我们都很谢谢各位能够让许多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能够在职场上能够发光发热尤其在他们本身的职能能够加值，然后求得一个好的工作。这不仅是应这个法律所需求，这其实是许多除了法律需求之外，有许多我们本身可以做好的那因为大家都相互扶持，都是兄弟姐妹，
都是我们市民朋友们。因此呢，台南市政府绝对全力来支持我们职场加持以及我们身心障碍朋友们的求职活动。继上个礼拜我们举办台南甲桃楼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有提供现场5548个工作机会，结果媒合率高达60%，所以说将近3000个朋友在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工作里面这个求职就业博览会里面找到他们理想中的工作，也有许许多多的优质企业能够找到他们心中的千里马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一鼓作气能够让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就业成功，也能够让台南市持续保持六都里面这个劳动参与率最高然后失业率最低的好成绩。再次祝福我们今天的就业博览会以及身心障碍者职场加持活动能够圆满，各位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非常请贵宾将我们的注水器拿着，你可以看到台南希望家园局长在这里，局长这个 OK 好，先不要放进去，先拿着好，我们先把注水器先拿起来，先不要等我1、2、3再注入，先请大家先拍照，我们让媒体先看到我们所呈现的是什么台南希望家园。等一下我3、2、1再请我们的市长跟贵宾将我们的那个职能加持的活量能量水注入到我们的注水器 OK 好，现在呢我们拍好照了，来大家一起哦，3、2、1好，请我们的市长兄弟贵宾将我们的职能加持的能量水注入到我们的注水器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小芽慢慢成长慢慢茁壮，表示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训练能够越来越成长，变得长大了，我们职能加持，我们能够在他们在职场上能够好好的工作。好，现在一样我们只拿着那个自拍那个手注水器拍照，我们看到我们小就像我们身上朋友经过台南市，经过我们市政府各项的一个服务之后能够成长茁壮了他们在职场上来发芽来展现他的能量。好，长老教会新农医院医疗财团法人麻豆溪农医院由我们陈乃川主任来一起对，好，谢谢我们特别有这样非常漂亮的讲座来讲座来恭喜你们，也谢谢你们。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华兴立法股份有限公司盐水厂的陈国辉处长，请上台来感谢您，恭喜你们能够获得我们这样五星职场的认证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好，非常谢谢，也恭喜他们。再来我们欢迎群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处股份公司杨祝祥总经理杨总，感谢群创用了我们好多的身障朋友又见面了非常的棒，感谢杨总，我们群创这边给我们台南劳动朋友这么多的一个机会，是的，尤其是我们听障朋友，我知道非常的多，真的很感谢你们，太棒了好，再来欢迎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李杰汉副总经理我们副总，谢谢我们台盐也一样来的友善职场的一个，让我们劳工朋友在那边非常的幸福感谢我们台盐实业公司我们李杰汉副总经理，感谢您好，再来我们欢迎的是联雅光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罗启生总经理，罗总，谢谢，哇，起丢在钢琴妹，感觉到在钢琴好，感谢能够联雅光电这边罗总这边带来团队能够来获得我们友善职场五星职场，好，现在大合照，我们请刚刚得奖一起进来，杨那个群创一起进来大合照好，我们大合照。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我后退一点，我们市长都可以当导演，感谢市长比个赞，我们市长双手刚好空，他比个双赞，祝福大家也非常棒的企业能够幸福的企业我们有希望的家园的台南非常的棒，感谢我们各企业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友善职场，让台南市是一个5、6度当中最棒的企业能够劳动参与率第一高太棒，谢谢好，市长请留步，还有我们还有来颁奖再来的是我们庇护工厂各机关各企业，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是我们先采购的我们颁奖企业首先欢迎亚洲航空公司，我们欢迎谢和成，服委会的主委，哇，
他们采购将近100万，今年是超过100万的，我知道。他们买了很多，好送给我们身障朋友1000盒的那个月饼哈，感谢哈。好，这是我们谢和成股委会呀，好，在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林烈堂组长，也感谢我们中油这边采购了我们非常多。我们今天目前上台的都是采购10万以上哈，跟我们 Q 工厂采购的这个商品哦。好，再来我们欢迎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台南邮局黄财源副科长，黄副科长，谢谢啊，也能够来啊采购我们 Q 工厂的产品，非常感谢您哈，能够上台来啊，能够接受颁奖。再来呢，我们换的是台湾康宁显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戴朝书经理。好，这是我们台湾康宁显示玻璃公司哈的经理，在台湾百事公司，我们林丽娟副理事长哈，我们百事工会哦，代表台湾百事工会代表。好，请看正中间哈，好 ，OK。再来，我们财团法人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台湾教会公放社黄以乐主任。好，这是，然后再来，啊，没有，还有台湾钻水公司第六区管理处林华俊主任。好，林华俊主任。好，再来我们好，再来卫生福利部胸腔病院的新民德副院长，我们副院长来。好，好，好，让我们大合照，来，请进来大合照。再来水已经拿了呀。科长，没关系，等一下再更换，等一下再更换，不好意思。台糖公司，好 ，OK， 好，请好，请照，请一起合照。市长在正中间哈，那我们其他，好，没关系，没关系，等一下再换，等一下再换就可以。好，每个站。再让我们请看正前方，这是我们企业采购我们 PU 工厂的产品竞赛得奖者哈，10万块以上的。那我们还有台北捷运公司也有采购得奖款，好赞！台南市政府赞！好，谢谢市长的请个部，还有再来我们欢迎的是 PU 职人奖。好，首先我们欢迎王玫瑰，她是喜憨儿 PU 农场的。他呢参加导览训练之后哦，他可以带领人家来导览呢，同时他109年还获得跟劳动部部长一起拍宣传照哦。好，请看正前方，好，他也要参加中餐品级。再来，沈婉瑜联系园 PU 农场的，他呢现在也一样能够接待参访的团体哦。联系园，联系园，哈，沈婉瑜啊，第二个，沈婉瑜啊，沈婉瑜。好，对不起，吴思怡，集贸 PU 农场的，他从交通好再来联系员，联系。有啦，都一样的。哦吼，贴名字。好 ，OK， 好，沈婉瑜，再来哈，我们蔡浩宇对不对？蔡浩宇，好 ，OK。蔡浩宇的，我们消耗率啊，零消耗率，蔡浩宇哈，这是我们创意 PU 农场的，它能够追品质哈，能够让我们的消耗率能够降低到零消耗率。好，我们责任，我再看看阿公阿妈拢伫边来，一起合照哦，该领先合照哦，赶快好。看正前方，好，看正前方很开心哦，好，很开心，看正前方哦，好 ，OK， 好，再来呢。好，我们先看这圈 ，OK 哈，好，恭喜你们喽哈！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 PU 工厂业务评鉴的五家单位。首先欢迎喜汉和台南 PU 工厂，好，杜义豪组长请上台，这是获得优等奖，恭喜喜汉和获得优等奖。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创意义务设计 PU 工厂的李冠宁经理。好，再来我们欢迎的是
最繁华的台南市心智障碍关顾协会的展翼烘焙坊蔡燕芳厂长。接着我们欢迎的是联心园慈善基金会的联心园 PU 荣誉工厂涂永瑞厂长。再来我们欢迎的是集贸专业 PU 工厂的黎明贤救护员。好，恭喜我们的五家获得得奖的单位，好，一起好，请合照，请合照，好，来，好，请看正前方，赞，市长给你们比个赞哦，我们 PU 工厂加油，非常的棒哈，再来，我们好，谢谢，再来还有一个，还一趴，最后一趴，好，支持性就业服务专案单位的评鉴结果，首先欢迎的优等奖是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张蒙仪区长。来获得我们这个优等奖，再来是我们卫生福利部江南疗养院的郑君哲救护员也获得我们优等奖，我们江南疗养院恭喜。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喜憨儿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杜一豪组长，我们恭喜喜憨儿获得优等，都是非常棒的，支持我们身障朋友在职场工作。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天主教芦苇启智中心黄玉芬救护员，恭喜能够我们那个芦苇中心这边能够来支持我们身障朋友在职场工作，谢谢你们。好，再起合照，赶快请进来，好，举个赞，双赞，谢谢。好，台南市政赞。安好在哪里？一百块，来，100块，奶奶。谢谢，谢谢，好，谢谢。这是什么？福晋干杯奖。这怎么卖？它是那个698。698，这个呢？啊，这个是自我还是合适？啊，这个呢？100块，100块，对，不是只卖100块，主要是希望能带动大家的福气。好，来，观众来，长官看一下这边喽。好，谢谢。这怎么卖？这个是60，这60哦，对，60来，不用了，60来，这个，对，一起，好，谢谢 Kevin 出来，文艺风格，对，谢谢，好，谢谢，谢谢市长，不付钱，有，最高，谢谢，谢谢最高，谢谢，谢谢，龙吟工业。哎呀，我们是菩提成年 PU 工厂，是今年刚设立的 PU 工厂。我们的主要产品有火锅，有手工馒头。我们是素食的餐厅，目前提供了给12位 PU 员工到餐厅来上班。现在还有名额哦，欢迎大家，如果可以来了解，可以到 PU 工厂来体验，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申请。好，谢谢大家。你好，我是喜安的台湾 PU 工厂的行政组长。那我们今天受邀到上化这边来，就是设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去就是领我们的支持性的优等奖，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PU 工厂的评鉴优等奖。那我们今天也有带来了就是阿霞饭店的无菌干杯酱礼盒，
然后还有我们自制的雪 Q 饼，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台南小作所所做的咖啡礼盒，那还有我们高雄所做的花草茶礼盒，然后来过来做贩售。那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台南 BU 工厂来做洽询，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做就是订购的动作，谢谢。好，你好，我们这边是展艺烘焙 BU 工厂，那今天来参加我们劳工局善化文康娱乐中心的求职求才工作啊。那因为是属于劳工局辅导，我们都有一些身心障碍者一起在里面工作，那有做饼干啊，还有做面包。如果说大家需要餐盒的话，可以跟我们的订购，我们提供客制化的客制化的出货哈，比如说你需要70元到200元都可以，到时候只要电话跟我们联络，或者呢你直接手机上面搜寻展艺烘焙 BU 工厂，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资料，谢谢您。我们是开始哈，我们现在一起。我是西方专业 BU 工厂，好，先讲一下，然后再讲你的产品，好，然后讲要欢迎大家来购买，好，我是集贸 PU 工厂，那我们是在台南市东区哈，那个崇明路上文化中心的旁边。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热销商品呢，就是我们的防疫期间需要的一个防疫笔。那我们的防疫笔呢，现在就是走到哪都需要实名制，那一边呢，我们就可以书写。那另外呢，就是书写完之后，我们有时候呢想要来一个消毒，因为疫情期间消毒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呢马上呢就做一个消毒的动作。那我们这样子一支笔的话呢是售价20块钱，加了酒精之后多加3块钱，就是23块。那欢迎各位来宾观众来选购，谢谢。大家好，我们是联心园庇护农艺工厂，那我们位于在广联里北斗子8-12号的里勒木棉花道的边哈。那我们农场这边种植都是无毒无化肥友善种植的蔬果类，那也有稻米，也有花草茶。那我这边再欢迎大家有空再来做参观以外，我们也有一些 DIY 的产品，比如说可以 DIY 盆栽啦，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有蛋卷、紫苏梅，都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那这边就是这个季节来了，我们的蔬菜都会又大又肥美又漂亮，那也欢迎大家再过来做个参观，那有兴趣想要加入我们的伙伴也欢迎你们的到来哦，谢谢。大家好，我们是那个台南市的创意硬物设计 BU 工厂，我是冠霖。我们在台南市呢做的是印刷设计以及印章相关的产品，那我们产品这次带来的印刷品有明信片、杯垫等等的，然后印章是那些日期章。那如果大家对这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印刷印章想要客制化的话，我们都可以依个人的需求做客制化的服务。那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上 FB 或者是我们官网跟我们联络啊，上面都有我们的电话以及我们的联络方式啊，谢谢大家，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选购，谢谢。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